主料，西瓜500克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冰冻西瓜半个，西瓜切小块，去掉西瓜籽，把西瓜肉切块，放料理杯中，用料料机，浇打成汁即可饮用。烹饪技巧，西瓜最好就是冰镇后，打汁直接饮用。如果是打汁后再冰镇，可以会造成果汁与果肉分离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